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啊。他太善良了啊，真的，他太善良了。怎么了？他怕他伤了我的心啊。他就这么说啊。顺风，哎，男人必须要有担当。不是，哎，大米，大米，你别哭了好吗？你别哭了，我求求你，你不哭了好吗？你冲我笑一个好吗？好，大米，求求你笑一个好不好？刚啊，你这个特别心疼。我不心疼表，我心疼你，我看不得你哭，大米不哭了啊，乖乖，真的不哭了，求求你了，好吗？啊。其实这个事儿都赖我，我知道责任全在我，跟你没关系啊。我呢要做饭的时候不把它摘下来放在那儿的话，不可能拿出来以后啪把它摔坏了。我摔的？谁说我摔的？顺风说的。钱顺风，你是不是要给你大姐夫挖坑呢你啊？哎呀，那什么，大姐跟你开玩笑呢，赶紧把表给人家，快点快点。哎呀，大姐夫，你跟你开个玩笑，你看你把大姐还惹哭了。你干什么玩意儿，钱顺风你？你手表吗？挺好的吗？你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能随便开玩笑吗？你吓人吗？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？顺风，哎，没事。看人两口子也没吵架呀。哎呀，这是测试一，还有测试二呢。你还要测试啊？哎，行了，别在这秀恩爱。大姐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。啥事儿啊？我昨天啊，我看见大姐夫跟他的初恋情人王美丽在一块儿呢。啊？赵干子。啊？你昨天跟王美丽在一起？没有啊。真没有？真没有啊。你看他还不承认。王美丽啊，是不是你也看见了？测试。啊，是。你是什么呀？是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两口子可别瞎说啊！谁瞎说了？我昨天一直在物业的，我在办公室我就没出门。赵刚子，这个情绪就对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也抖起来了呢？要动手了！刚子，都抱上了。刚子，你做的对。王美丽是军嫂。咱们就该没事照顾他，好好帮助他。以后我跟你一起去。大米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说，我爱你。哎呦，抱上了。顺风啊，这两口子，你看看你这测试结果，你满意了吧？哎，妈啊，你说啥测试啊？啊，是这回事儿啊。这不咱们社区要评模范夫妻，他们两口子非说他们两个合适，我说呀，他们俩净吵架。他说我大姐大姐夫也不一定不吵架呀，这不测试你们俩呢吗？哎呦我操！我以为啥事儿啊？来来来，妈，啊，正要跟您说这个事儿呢。啥事儿？我觉得这回啊，评选优秀夫妻啊，就选咱顺风他们两口子。对，妈，你看现在二米和顺风俩人不挺好吗？是，挺好是挺好，但是距离模范夫妻呀，不行，他俩还得考验考验。我跟你说，啊，媳妇儿。咱妈就是对咱俩不好，大姐夫大姐是挺好的，咱俩不也挺好的吗？好你个大脑袋好，你就是闲的。不是，哎，我争创这个荣誉，那我是为我自己啊。那你为谁呀？为孩子吗？你为孩子，有你这么为孩子吗？这是荣誉啊！什么荣誉？将来咱也可以炫耀一下啊！那你就不能干啥？不是，你不能好好来。停！你说你们两口子因为这点事儿。这又吵起来了吧？啊，那模范夫妻能说急眼就急眼吗？啊，赵刚子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以后你要再敢跟王美丽在一起，我就跟你急眼我。哎，不是你刚才不是说这是个好事吗？你怎么马上要打起来了？我好像明白点。配合啊，配合。呸！我就去王美丽那儿，我以后我天天去，怎么的？呀，大刚子啊，你敢跟我瞪眼珠子是不？我就跟你瞪眼珠子，咋着？你瞅啥？我瞅你咋着？你再瞅我一个！我瞅你一个，我瞅你俩重影，我把你瞅成马赛克，怎么的？哎，你有能耐咱进屋瞅去，进屋瞅就进屋瞅去，还告诉你，哎，就瞅你了，怎么的？干啥呀这是？瞅你仨，别真打起来啊！哎呀，看见没有？
这就是测试的结果，朋友们，拿起来了。钱顺芳啊，啊，动物园里那虎是假虎，你是真虎啊？怎么的了？不是，你没看出来大姐和大姐夫是故意打起来的吗？他想把模范夫妻的名额让给咱俩。对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智商我就服了。你看着，你看人是打起来了吗？咋的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！赵刚子，我告诉你，跟你没完。大姐，你都给我走开！你看看，怎么打起来了吗？大姐夫，我跟你说，怎么的？哎，丑咋的？怎么的？丑咋的？我就丑，我跟你说，我天天丑你，我一辈子丑你，我丑不够，丑是咋的？怎么的？我就丑，我追着你丑，还不会丑了？你还咋？咋么的了？这是？哎呀，妈呀！大姐大姐夫确实是模范夫妻，我这回是演砸了，失败了吧？失败了。陈世芳，哎，走，跟我回屋。干啥呀？我瞅瞅你。瞅我？哎，瞅我一个能咋的？哎，你让我瞅瞅你，哎，好好瞅瞅，我告诉你，街坊邻居们，看看我们家快乐不？哎呀，我得帮孩子们干活去。我的妈呀，这两口子还瞅呢，得，我也回屋瞅瞅我老头去吧。